现在人在万豪酒店。我去年在旅展的时候买了万豪酒店的住宿券，因为我是台北人，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在台北外宿过。那我就想说体验看看，买的这个住宿券啊，它是高楼层的101景观房，我旁边这个落地窗它是可以看到台北的市容的。待会是等我的朋友来，那我们会去万豪的酒吧、啊、喝酒。那就游泳池的话，明天早上可以去游一下这样子。早安，早上的台北。早餐的自助吧，反正就是一样会有沙拉嘛，然后中式、西式、面包，然后还有一些是比较像中餐，像什么宫保鸡丁那一种，主厨特调，主厨料理。好咸哦，好淡哦。